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质询时说，他的选区苗栗有酪农户遭国内鲜乳大厂不续约，而且云林彰化也都有这些问题，这些牛奶到底要何去何从，是否也要班班有牛奶呢？农委会畜牧处则说，乳品厂正在换约中，确实会有部分酪农没有被续约，将会全力的协调。